今天爸爸专门给你炖了一锅牛肉。迪儿，你在橱柜里捣鼓木耳。我看看这边都是家里有什么原料的，我看看。你要找料子干什么呀？我说的我要牛肉。哦，这是你画的牛肉啊？啊。哎呦，好好的卤牛肉怎么？我不是看那猛菜整个天天加班回来晚上晚点，反正家里晚上没吃的，我煮上点牛肉。哎呀，嗨，大家好，小兰。之前呢都说我公公婆婆不疼我老公，其实呢我公公婆婆他们是不善于言谈的，今天啊还主动给我老公卤牛肉吃。迪儿，你这回又找什么呀？我找个东西，我蹭点原料的。哎呦，迪儿，卤牛肉要这么些料子吗？牛肉全部啥全装原料子的。哎呀，所以说其实我公公啊打心里还是很疼我老公的，对吧？其实啊得用很多料子都没有，家里就剩这些了，是吧？哎，还差好几种嘞，所以凑合着煮吧。迪儿，你干嘛去啊？那个原料都不够，我先劝点去的。还有还得去菜市场买啊。啊，得劝点，不够。哦，这是缺的料子啊。哎，缺料子不少嘞。也还不少嘞。哎，那要我给你一块去不？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请去。哎呦，爸爸回来了。啊。买好了。哎，什么？哦，还买了姜。啊。哎呦，那今天这个牛肉肯定很香了啊。你今天还加班吧？今天不加班，今天下雪，他们正常下班。哦，行，好了，回来都吃了。哎呦，这回料齐了啊。嗯。这满碗半碗料，爹别说卤牛肉了，卤鞋垫子应该都很香。这牛肉还得泡泡它，还净血粉儿的。要把血水彻底泡掉它、啊。哎，对，泡泡它血粉儿的。啊，焯到水。这个牛肉先焯水哈。焯水。焯完再开始卤。对。把那个血水焯完它，哎，料子装好，一会卤牛肉用哈。哎，对。哎呦，这一碗，料子都得值好几两的呀。哎，那是，你没料子它该香它不香，知道吧？加点料酒就行。焯好水之后，这锅原汤还要不？啊，不要了。不要，倒了它。哎，对。重新再熬。嗯。这是重新换上了一锅新水。上个料包，这个料包是洗过了啊。嗯。爹，料包都放了，为什么不马上放肉啊？等会儿哈，叫它水烧滚乎了哈，再叫它下肉。你要不行哈，让凉水下肉，这个肉啊柴。爸，你刚刚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我发做东西吃，嗯，适合自己的口味就是香的。哎。哎，你要是不适合自己的口味，他都到那吃的那个不香。对。嗯、所以就适合自己口味是最重要的啊。哎、对对对。嗯。这个肉。水温了我们就放肉哈。哎呦，爹，放这么些盐吗？挡饱了，吓我一跳 啊！放点盐，放点盐，放点些盐就够了啊。嗯，咱干两碗焖着就行了。就梦辰下班回来就能吃了。对、哎、回来就能吃了。哎呀，真好啊！梦辰行回来啦。哎，对，味儿都香。哎，我跟你说。今天爸爸专门给你炖了一锅牛肉。你今天跟爸爸去游泳去了？啊！哎呦，看你的眼睛都是那个眼镜弄的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爷爷卤了好多牛肉。我想吃。你坐下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在后面，在后面那里。哪有？在下面，在下面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么香、啊！哇，好香呀！想吃一块。再打过去吗？行行行，再倒点，母猪心也吃。嗯。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会有牛肉给你吃吗？来看看，这个人最近加班，加的这个头发都变白了。爸爸看你辛苦，给你炖点肉吃。我给你烤一个爹。哎呀，爹，你看这个多没出息，吃的肉了还咬的腮帮子了。这个鸡爪子，你爱吃的那个五谷凤爪也给你弄了。好好吃饭，好好赚钱啊！我知道快发那个奖金了。妈妈。哎。爸爸发奖金了，可以给我买玩具吗？没问题，咱俩5-5啊。这个人又咬第二口自己了。或者你把我这俩牙给我拔了。可以可以。爸，嗯，我的爸，我做这一把牙，我是给人钱，我做你爸，你给我钱。给钱就。